第一种是迷人上扬眼妆，使用到的是上扬眼迷人重点三刷。首先，先做眼部大范围打底，在眼尾部分可以微微往上带。接着沾取重点色，在眼尾向上加深，眼头向下加深，做眼型的调整。下眼影部分顺着眼型上扬。最后画眼线的时候，眼睛平视正前方，手指稍微扶住固定就好，依照自己想要的角度拉出线条，由尾端往回连接，再填补空白处。眼头部分利用刷具斜角设计，顺着眼角弧度画出线条，最后迷人上扬眼妆就完成啦。